就走了三分啊？灰灭片吗？今天我们又开始用我们家的这个大灶锅了，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锅啊。自从现在用了电炒锅以后，这个锅一年也用不了几次。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，今天要吃点肉臊子炒烩面。看今天烩面片的菜是如此的丰盛，肉臊子下锅。现在准备切一下面，切好之后，今天做一个手工面片，手工揪面片。等你把我哈着切一口，今天。再炒下去一些。炒面。三个女人来揪面。照你这个，你说到哪儿去吧？这好像到了那个小了。那小了。这还行李吗？谢谢。谢谢。倒入提前炒好的菜。你是说话？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片就好了。最好还要水煮。今天的烩面片就好了，放点辣椒，倒点醋，搅拌搅拌，来看一看。闻着就非常的哇塞，这两天天气比较凉爽，所以说我们吃点热火一点的。来，走起，这个比较烫，所以说吃慢一点。来点蒜。